听说你跟建华闹别扭了。我们闹别扭，还不是因为你。你明知道建华有孩子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安的什么心啊？我是看你真心对建华好，我没告诉你，我是想成全你们俩。成全？你怎么不成全到底啊？我不可能一进门就当这个后妈，更不可能接受那个孩子。可这是建华的孩子啊！你要想成全我们的话，就把孩子领回去吧。爱萍，白羊呢是我暂时替建华养着的。说到底，白羊不是我的孩子，那也不是我的孩子啊。你们俩既然相处这么久了，应该有感情了吧？你就这么舍得？我是有点不舍得，可是你总不能就让建华和他的亲生儿子永远这么分开吧？他俩不分开，我们夫妻就要分开，你说怎么办？爱萍，我问你，你爱李建华吗？你要是真心爱他的话，你为什么就不能接受他的孩子呢？那是他的孩子，不是我的孩子，我只想要我自己的孩子。那这么说，这事儿没商量是吧？没得商量。即使有的商量，我妈也不会同意的。爱萍，你有没有想过啊？你接受不了这个孩子，那建华是不会答应的。那建华他妈就更不答应了。哎，我也不答应。行了，白哥，你别说了，你回去吧。说这么。在家挂窗帘，不小心掉下来，头就磕到床沿了。行，你先守着他啊，我去看一下化验的。好。还疼吗？好点了。我看看。哎呀！哎呀，这怎么伤的呀？啊？爱萍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头磕到床沿上了，化验已经做了，现在在等结果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以后这种登高体重的活你交给我来干。疼不疼？你别碰我，我这儿疼，这儿也疼。哎，爱萍，兰萍，你怀孕了，你知道吗？有我了？刚才给你开的消炎药、止痛药都不能吃了，对胎儿不好。真的吗？我怀孕了吗？化验单。恭喜你啊！丽丽，真的？对啊，太好了，恭喜你啊，爱萍。是啊，哎，你看得懂吗？都快当妈了，还发小脾气。慢点走，别崴着脚啊！爱萍，妈，怎么了？这是啊？啊，没事，我装窗帘的时候磕着了。哎呀，怎么那么不小心呢你呀？没事。哎，哟，妈，您轻点的，怀孕了。啊？什么时候出事儿啊？就刚才包扎伤口的时候顺带查出来的。哎呀妈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你说，李建华，你给我个准话。你是要那个野孩子，还是要这个媳妇儿和她肚子里的孩子？这媳妇儿孩子我得要，但是我的骨肉我也得要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啊，你以为这世界都是你的呀？你要是不想要这个孩子，一会儿我就去医院把这孩子打掉。爱萍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
你不是一直想要一个咱自己的孩子吗？这好不容易怀上了，你忍心就这么打了吗？伯母，你们就给建华点时间还不行吗？不行。白哥啊，正好你也在这儿呢，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。啊，爱萍这也怀上了，她和建华呀会有自己的孩子的，建华他妈也会有自己的亲孙子的。那个孩子，你就受点累，你领回去吧，行不行啊？什么？伯母，我啊，您别难为白哥了，这孩子是我的骨肉，我得自己养，我干嘛让别人养啊？行，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了。爱萍，明天咱就去把孩子做掉，后天你们就把婚离了去。伯母，爱萍，咱们再商量商量好不好？再商量商量。建华，不，没得商量，不商量了，走。哎，爱萍，伯母，怎么办啊？咱们走。哎，你说现在可怎么办呢？王家不肯让步，你妈也不肯让步，咱们不被僵在这儿了吗？乱七八糟的都搅成一锅粥了。实在不行啊，我再把洋洋给接回去。那还照行啊，这事儿不能再牵连你了。那你觉得我现在还能脱得了关系吗？白哥，之前是你一直在帮我，这石英眼看着还有一年退伍了，他回来洋洋还在你们家哪行啊？我是洋洋亲爸，我不能让洋洋在你家住一辈子呀。那现在这种情况，你说咱怎么办啊？还是得想办法做通爱萍的工作。我看呐，咱们现在啊，还是跟你妈一起商量商量有什么办法吧。走吧。啊！哎，我在这儿呢。哟，伯母，你们俩怎么凑一块儿了？啊啊！恭喜您，爱萍今天到医院做检查去了，有了。有了？有什么？有孩子了？孩子呀。有，那还等什么呀？赶紧把爱萍给接回来呀！磨蹭什么呢？这好事儿啊！我也想接呢，他妈不让啊。爱萍也说了，明天就得给回话，要不他就到医院把孩子给做了。他想怎么着呀？他还想造反啊？他肚子里的孩子也是咱们李家的种。伯母，你看现在这事儿不就困在这儿了吗？那他们家也不让步，您这儿也不让步，那你这事儿咋办呢？